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、哦，它要你解这个联立方程式啊，解 SY。我们看243等于多少？23哈、哦、就是81乘以3的。那81的话是等于9的平方，那9的平方就是3的4次方嘛。哦，3的4次方乘以3的1次方嘛，就加1，所以是等于3的5次方。那我就想着说哈、哦。这底一样嘛，所以 S 加 Y 等于 5，S 加 Y 哈等于5。然后这个呢，这是16乘以4，就是4的3次方嘛。哦，4的平方是16嘛，16乘以4是64。好，那所以呢 ，X 减 Y 是 3，S 减 Y 哈等于3。那我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 2X 等于8。x 就等于4啊，那就等于4的话 ，y 应该多少 ？y 等于一，哦 ，y 等于一啊，我把它带进去嘛，因为这等于4嘛，所以 sy 等于多少 ？sy 哈就是41，等于41，所以这一题答案是41。